会佛陀的大慈悲，就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三十岁大佛顶首楞严经第八卷，现在经文讲到人之下第五，就是人妄念别修而名十种先趣。从这个地方开始，这是说明在人世间啊，一般人当中也有知道这个世间是个苦海，希望能够出苦，但是想要出苦啊，没有得到真正的方法，而是就世间人的妄念，另外别修，而说明世间有十种修仙的这个方式，就是十种仙趣，就是楞严经很特别，一般教典呢、都说六趣。六道这里说七趣，就多一个仙趣，就在人当中开出一个修仙的。前面讲过的地狱、恶鬼、畜生、人，这是前后由造恶业而受苦之后出苦，都有连带关系的。就从这个修十种仙趣的这个地方开始，跟前面没有关系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就是人，有些人呢、他知道这个世间是苦的，他想要出苦，想要出苦啊，但是要找一个出苦的方法。出苦的方法是什么呢？在中国古代，认为修仙是个方法，所以这里就提出这个修仙的方式啊。这个修仙跟印度的婆罗门教乃至其他的宗教有很多类似的情形，而现在经文所说啊，多数是顺着中国的风俗这个修仙的方式来做说明的。先总说明这个由从人而修仙的这个实际情况。我呢，复有从人不依正觉修三摩地，别修妄念存想故行，由于山林人不及处，由十种仙。这是总说。佛对我呢说，还有啊，世间有一类人不依照佛的正觉而来修三脉，三摩地就是三脉，就以三脉，心以三摩地或者三摩提啊。这里的经文啊，它是顺着经文的这个方式，有四个字一句，因此啊，如果是单说三脉修三摩地，就是用三摩地的名称了。有一种人，他不晓得依照佛的正觉，如果佛法还没传到中国，中国人根本不知道佛法，不会修这个佛法。而印度也是在近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才出现时间才有佛法，佛没出现之前也是没有佛法。而没有佛法当中啊，有许许多多的世间一般修仙的人认为他那个办法能够解脱，实际上是不究竟的，所以他没有依照佛的正觉。所谓正觉啊，
真正确实的觉悟，这个才能断烦恼了生死。他没有以这个方法来修三脉，就是修这个像楞严经的楞严三脉，那么其他一些经所说的真正能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的三脉，他没有这个以这个方法，别去妄念，另外个别去找出一个心中的妄念的想法，认为这样子做能够这个得到解脱，实际上是不能啊。所以它是妄念而不是正念，妄是不实的，存想故行，存想啊，想就是他的第六意识在想，这就是圆觉经所说的六尘缘影为自心相，他妄认这个六尘缘影啊为自己的心啊，认为这就是他的心啊，就是第六意识啊，他只有第六意识的作用，第七第八他是完全不知道的啊，所以他修这个第六意识的妄念，存着这个妄想的想法，故行。故行就是想出自己的色身使他坚固啊，就是妄认四大色身呢、以为身相那么他的修法呢，就是想有生啊，就是使这个生不自死，他不了解有生必定有死，他修的方法只是增长这个住世的时间增长住世的时间，就是所谓长生了真正长生了不能不死他不了解这个长生而不死的道理不可能，所以他只是想尽办法使这个身体的坚固让它不会坏灭他不知道这是妄想，所以叫做存想故行。那么他修这个方法也很难啊，不是随便能修啊，在哪里修啊？游于山林，人不及处，他深游于深山林木当中，没有人到的地方人不及处，就是没有平常人到那个山林里面去找他那么这样在安静在深山里面呢，他可以想出办法来修这个仙道。那么现在经文呢，顺着这个世间的一般修仙的方式总合起来有十种仙这十种仙呢由浅入深，开头呢是最浅的慢慢增加这个深奥所以第一种呢就是地行仙。看出经文，阿难，彼诸众生坚固福而不修习十道缘尘，名地行仙。这种的修法呀，专用心在饮食方面，吃的东西专讲究饮食方面，使这个饮食能够使他延年益寿使他能够增长他的生命的正常时间这种的修法比诸众生，比就是想要修仙的人，他觉得世间很苦希望能够成仙这一类众生不是一个两个，很多，所以叫做比诸众生。有这种想法的众生，坚固福儿，二是吃的东西这个吃的东西就是尽量能够使他能够延年益寿用这些饮食去做成糕饼有一种比骨法，我从前在狮头山曾看过有一位老修行他不晓得什么地方学到一套这个比骨的饮食，就是用几种的药跟这个松树叶嫩的松树叶混合起来做成药丸，他那个药丸大的像这个小鸡蛋那么大他一天就吃一粒看他做的时候很辛苦的
那个时候我只17岁，我刚到，我也不了解他在做什么，就是看他每天在弄那个药，盐粉啊，原来还要去晒啊，还有针啊，九针九晒啊，哦，那个麻烦透，人家药丸做成了，他每天啊减食，每天减食，平常吃两碗呢，就减食一碗，一碗吃够3天5天，就吃半碗，减到最后啊，只喝水，就是吃那个药丸，那个药丸吃一粒，这一天不吃饭，顶多就是喝水而已啊。除掉喝水，任何东西都不吃，只是吃那么一个药丸。他这样做啊，一共有他是做了49粒，就是吃了49天。开头有一段时间看他好像会有一点虚弱，体力不够啊，但是他还勉强的继续坚持下去。结果他49天做满了，可是他不能再继续啊。药丸没有了，那么他从头再又是吃饭不能一下吃多啊，半碗一碗慢慢增加，还有恢复原状啊。我问他，你这样子做有什么利益啊？他说，我想学习这个不用吃饭的方式啊。那个时候正是在打仗嘛，如果是没有饭吃啊，不吃饿死。他并不是想要修仙，而只是怕饿死而已。那么他这个兼顾服二，就是把这个饮食方面啊去调节。这里跟后边第二不同的地方啊，这里是还吃人间烟火气，还用煮的，还用煎炒啊，那么做成这个饮食。当然后边是完全不用了啊，比较严格。他这样子很不容易啊，而不休息。你去特别注意这一句话，而不休息，不能休息，天天这样做，天天这样，不能有一天没有做，所以他不能休息。如果那个没有恒常心的人是做不成的，没有恒常心，今天做明天不做了，那没有用，那必定有天天做，而且还有坚固，坚固就是他的这个心念非常的坚定。我非这样做不可，绝对不能改变，而且天天做，不能休息。十道圆成就是他的功夫成就了，修到十道圆成，功夫成就啊，就能够成仙。这个仙叫做地行仙，为什么叫做地行仙呢？他只能在地面上跑来跑去啊，不能飞，不能腾云驾雾啊。那么因此啊，他只能做地面上的普通仙人而已，不过他的年岁很长。关于这种的地行仙，可以举个例子啊，大家都听过吧？有一个彭祖活到800岁啊，彭祖寿高800，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啊。我曾经说，在汉武帝的时候啊，东方朔他是大儒墨家。东方朔跟这个汉武帝啊，对了一句话啊，他说，汉武帝看到这个东方朔的这个人中，人的这个地方啊，鼻子下来到嘴巴，在这个中间这一条线，这个叫做人中，人的人中如果有一寸长，就有100岁，啊，那么他看到这个东方朔的这个人中很长。足够一寸，那么汉武帝当场就对这个东方朔说：“哦，不得了啊！你的这个人中那么长啊，活100岁是没有问题的。”哦，这个话一出来啊，东方朔笑啊，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一直在笑，笑着弄得汉武帝不好意思，以为他讲错了。哎，你笑什么啊？难道我说错了吗？那个东方朔也很自在的，就是说。我并不是笑皇上说错，而是我笑想到啊，彭祖的800岁，他的八寸长的人中啊，不晓得怎么安排。八寸长的人中，你想想他，快要一尺了，怎么安排？我笑是笑这个，我怎么敢笑皇上呢？
所以人家说这个东方朔就是中国的游牧大家，游牧祖师吧，那么这个彭祖他活到多少年呢？应当是850几岁。他道教里面有神仙传，神仙传的记载哈，彭祖啊是跟尧帝同时，他还跟尧帝舜帝啊，还跟尧帝做过事，而他的年龄还要比尧帝大。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这个锻炼这个饮食方面的这个修仙方式，他一直啊活到经过夏朝、商朝，到商朝末啊，他已经700几十岁了。到了商朝末，到纣王的时候啊，他已经700几十岁了。到了周朝，西周，经过西周，他活到850几岁啊，才过世，所以彭祖年高800，世间人差不多都知道的，说寿年长就是彭祖他的年岁是高到850几，不得了的啊，是不是他的人中有八寸长，不得而知。各位不要听到这个彭祖啊，就以为他姓彭名祖，他不是姓彭那他姓什么呢？他姓钱，我看呢，看呢的钱啊，就是钞票啊，钱啊。但是他这个钱字啊，不是普通的钱，上面多一个竹字，竹子的竹啊，上面多一个竹字头，下面有个钱字，还是念钱。他姓钱，名字叫做坚，金字旁一个坚固的坚，他叫做钱坚。那么既然钱坚，他为什么会叫做彭祖啊？而是因为后来啊，皇帝这个王者封他的地方啊，封在这个彭城做他的封地，因为他封地封在这个彭城嘛，所以后来成为一代这个高手的祖师嘛，所以就成为彭祖了。所以结果啊，一般人知道有彭祖，而结果不知道他的真正姓名是什么啊。这种地形仙一样会死的，彭祖还不是死掉了吗？不过他活了850几岁才死，这了不起啊。实际上有历史到现在，你想要找一个像这样这么长寿的人，恐怕找不到第二位啊。850几岁只有彭祖一个，这是地行仙。其实第二飞行仙，兼顾草木而不休息，要道元辰，名飞行仙。兼顾草木啊，还是跟前面一样，讲究饮食。不过他这个饮食啊，偏重在药方啊。最重要的药啊，就是像这个松叶、薄叶啊，还有这个黄丁啊、灵芝之类啊，把这些药啊，把它集中起来啊。那么专心去研究这个草木的饮食，来调和他的身体，也是不能休息的。每一句你都要特别注意这个而不休息，这不是说叫你也这样学仙了，你就要想到我们修学佛法也是一样啊。他们修仙的不能休息，只求长生也不能休息，我们要求了生死怎么能休息啊？所以而不休息这一句话是最最重要，他要兼顾，就是在信念啊。以后这个相同的文字不一这样说了，兼顾就是他的信念，他相信一定要这样做，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兼顾。而兼顾的目标是草木，而不休息，天天这样做，不能一天不做啊，不能休息。药到元辰，这是前面是饮食，这是医药啊。这个药到元辰啊，就能够成为飞行仙。这个所谓飞行仙啊，它能够飞檐走壁啊，能够很轻步的走啊，好像是腾云驾雾啊，可是还不到。他这种做法呀，
要学走得快，能成云那种样子哈、哦。举说，他们修仙的人啊，提出啊，要做这一套啊，先学穿这个铁鞋，铁啊，铁鞋，用铁去做这鞋。我们平常的鞋子顶多就是几两重嘛。他在做这个铁鞋，最轻的十斤，一个鞋子五斤，那么这样子穿到跟平常走路一样了，功夫到这种程度，慢慢再换20斤的、50斤的、100斤的，如果这个铁鞋能够穿到200斤的，一只鞋子200斤，那么穿起来400斤，而走路跟我们常人一样，那他就能够挥金走壁。这是我听说了，是不是真的有这回事我不知道，我只是听来的啊。那么如果说是他这种人专门就找这个仙药，很不容易啊，不是随便能够找得到的。汉朝东汉，东汉呢，汉光武之后就是汉明帝啊。汉明帝永平年间呢，有两个人就是修这个草木仙，他这个用草用木啊、就是山上的药草啊，都是用生的，不能用煮过的啊，所以这个跟前面第一不同的地方哈、啊，前面生熟都用，这里不用熟了，不能用这个烟火气啊，他是不吃人间烟火气，不吃人间烟火气，他用这个生药去做。哦，那是很辛苦。从前啊，没有农药，可以安心的采用，没有问题。现在啊，恐怕得小心了啊！要吃到农药就完蛋了。从前他这个，我刚才说的汉明帝永明年间有两个人做这种工作，就是修这个仙。一个就是刘成，姓刘啊，成啊，时辰的辰上面多一个日子的，一个阮兆，姓阮，兆是兆论的兆，生兆的兆。刘成、阮兆两个人，他学这个草木仙，他到天台山去采药，根据《神仙传》里面说。这两个人呢，汉明帝永平年间不晓得哪一年，他到这个天台山去采药，采了13天，用了13天，到了14天没有了，采不到药很苦啊，怎么办啊，只用了13天，正好碰到一个真正修仙的人啊，这个真正修仙的人就带他去，带他到他住的地方去啊，居然遇到真仙了、那好不得了啊，那是非常高兴。那么这个真仙带他去住在他的地方，喝他的仙水，吃他的芝麻饭，没有啊，恐怕芝麻都是生的。那么这样子在这个仙人的地方啊住了15天，给他住了15天，然后就告诉他，你这个做法我这里你行不通啊，这里没有这么多的药好采，你还是回家去吧，一共就是28天啊，自己才用了13天，这个当时这个仙人帮助他住15天，那么一共就是28天啊，4×28好像是个星期啊，这个28天他就下山了，下山回到自己的故乡。您知道他回到故乡是什么样子吗？回到故乡啊，已经是景武帝太康8年了。那么东汉已经过去了，东汉过去了，还有这个三国也过去了。三国过去了，有三国定归司马氏，司马炎接住这个魏国的天下，而且已经第8年了。太康8年，他才回到故乡，一回到故乡啊，没有一个人认识的，因为他故乡的人都已经过了7代了，一共已经过了
两百几年了啊，这两百几年的时间过去了，你想他在深山里啊，只28天，啊，深山里28天，可是故乡真正的人间的时间呢，已经过了290年啊，按照历史算起来啊，他过了287年，最少也有212年。因为他确定的年数没有办法知道，像这种人啊，他回来马上就没有用了啊，他一碰到这个人间的普通的这个空气啊，马上就没有用了，没有用怎么办呢？死路一条啊。所以这是第二飞行仙，飞行仙经过这么辛苦啊，才能得到这么一点点的受用，有什么用啊？所以可见修仙很不简单，很难做好，或是要做得真正有用，恐怕就很难得到。这是第二。护持中华护身协会，邮政划拨，户名中华护身协会，划拨账号42138483，42138483，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5679，012001195679，护持护生放生超度阴生未生胎儿。佛教慈悲置业大悲观音道场学佛行仪课程，恭请广护法师主讲。正确的烟供观，即传授噶举系统简单烟供仪轨，恭请滇京多杰喇嘛主讲。日期4月26日星期三上午9点开始，地点宜兰三星大悲观音道场，联络电话03989-9319，03989-9319。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疫情期间参与共修，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佛教慈悲置业曼殊势力中心，观音的慈悲普门品开课通启，日期4月27日起至6月15日止，共8堂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半，授课老师陈和明老师。因缘难得，欢迎有兴趣的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地址：台北市内湖区康宁路3段99巷10弄2号1楼。报名电话：02-2631-0619，02-2631-0619。有缘共游天地间。